你们好，我们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里约的使者，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他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。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，并且精力为人熬炼他们上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空一生显供物。给耶和华，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，必蒙耶和华悦。那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临近你们，施行审判。我必速速作见证，警戒行邪，修的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。”恢复人之工价的，欺压寡妇、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。子没有灭亡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，而不遵守。现在你们要转向我。”我就转向你们，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阿门，阿肋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再读一遍第一节。第一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，就是你们所仰慕的。”快要来到，阿门。所以呢，
耶和华已经准备了约翰施洗。为了哪个为了准备人，因为弥赛亚准备来了，忽然他显现。但是在马拉基书最后的限制在九月，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关于约翰施洗，他要准备神的道路，就是弥赛亚，为了他的为了他的使命。阿肋路亚。哪一种的使命约翰有啊？他有这个这种的使命，准备人，准备以色列人为了耶稣基督在以色列，他们应该知道弥赛亚要准备来到以色列。他就是约翰，要准备人和给人施洗呀。但是在那个时候不在耶稣的名字，他们接受了施洗应该悔改呀。然后约翰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了哪个人来以后，就是弥赛亚。约翰施洗给耶稣那些施洗以后，他看到了他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听他的传道是不一样的，傻起来一点儿，然后他听过有很多人跟随耶稣，他说就是好的，他应该有多的人，我少的人，他想象这样子。耶稣是弥赛亚，跟随马拉基书，他来到他的寺庙。阿门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六节，第十六节说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。阿肋路亚。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阿肋路亚。所以呢，他的母亲的家就是
寺庙，不是埋的地方，是祷告的地方。阿门。耶稣在哪边？说关于他的母亲。后来我们找到了。耶稣说起来，当言语，因为就是他已经告诉他们，通过全部他的传道和教他们，但是后来了那个启示，耶稣是母亲，我们的母亲。比如说，耶稣基督已经说，那些人卖了那些动物，为了给神，不要做这个在这个寺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他的，然后不是一个地方买东西啊，是应该是一个地方祈祷，然后赞美主啊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然后22到26节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。第十四章22到26，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，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”耶稣回答说。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道宝会师，就是福音我的名所要差来的神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阿肋路亚，在这里，耶稣说关于那些人认识他，然后人不认识他。阿肋路亚。然后我们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。马拉基书，阿肋路亚。第二节说，
他来的儿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跑步之人的剑，之人的剑。阿门。一个是说起来，关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，但是他是一个儿子。全部人没有改变，除了一些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后来我们可以说，关于他第二个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人完全改变。阿门。但是现在呢，耶稣给人类圣灵。如果我们祈祷接受圣灵，就是一个办法，他能够对不起，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理，然后他要帮助我们改变做的事好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听他的话，听他的我们应该跟随他。所以呢，我们走路到天堂的时候，有一些是我们以前已经做的，现在不要做的，因为他帮助我离开那种的事。阿门。他第二的来到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跟很多他的人呢，在天堂和天使，他们都来了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然后一个人可以说，怎么可能人类站起来，他们跟扫罗一样的，看起来耶稣在他的面前，他不能看见他。或者说约翰在启示录，耶稣来了，然后他不能站起来，他在地上。阿利路亚。有的是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要改变，我们要听神的话和改变。阿利路亚。因为他要救了我们。阿门。我们也要读第三节。第三节说，他必做如炼金银子的，必竭尽力为人熬炼他们，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工一项工物给耶和华。阿利路亚。
Julie，游的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如果我们明白了耶稣在他的观念，他是神灵，因为神灵是那个他领导我们到全部的真理呀。约翰第16章，我们读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6章第七和第八节，阿门。阿门。约翰福音第16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：“然而我讲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阿门。他是神灵，他为了人类，如果他们不在教会，他告诉他们，这个不是好的。他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是最不要做。阿门。然后我们读第13节，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。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阿门。所以呢，怎么可能人改变呢？过神灵的火，人类改变。所以呢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神灵，然后在教会的时候应该跟随神灵领导我们将耶稣，爱耶稣在那些教堂服务，然后他领导我们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阿肋路亚。然后后来神灵的火，他神灵的火帮助我们。
们的心改变。阿肋路亚，就是怎么可能他做的？所以呢，我们在教会中需要赞美他，但是也需要祈祷，全部人一起祈祷一些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心能够改变，因为神灵的火改变人类，他们开始哭啊，他的心改变，因为他要改变我们的心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心是很干净的。他洁净我们的心，他洁净我们的心。阿门。然后我们读第四节，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四节。阿肋路亚，第三章第四节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四节说，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面。阿门。他在这里，在耶路撒冷和犹大有一些问题，在哪边，在哪个时候？当时他要告诉他们，他能够改变他们的心，然后他们改变那些奉献，然后哪些奉献是最好的？后来如果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自己的奉献能是很好，为了神。阿门。然后他不喜欢有一些事，然后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有一些问题啊，所以呢，第五节说那些人他要他们改变他们自己的行动，阿们，因为不是好的，他们的行为要改变。我们读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经界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欺假事的，亏负人之公家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，何不敬畏我的？阿门。所以呢，他要这些人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他们能够讲美句啊。如
如果不是这样子，他要审判了，审判了，很快的。阿里路亚，但是他知道，我们知道，耶和华不改变，他不改变他的想法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他要我们准备了好的奉献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改变在心里。然后那些人他说，如果他们不改变，他审判了他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跟随耶稣，因为他也要原谅我们的罪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教会的时代，教会的时代，他要原谅我们，他能够跟神灵改变我们的心理，做的好事，所以呢，应该跟随他，他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帮助我们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